怎么样？现在？哦，经费来到这里，准备让你们进行采买的部分，一个人1000块。哇，哎，要好好珍惜哎。我们这趟旅程真的很有点远。我想问你，你1000块你会着重在哪里？吃的，哎，没有没有，其实吃的呢，我们沿路找。哎，对不对？跟大家挥一挥手。你认识他吗？哦，一起吃。配备呢？有什么？应该要有睡袋。如果今天我们找不到地方睡的，对对对，换洗用具啊，免洗内裤啊，对对对，哦，这是最方便的。我觉得可以带一个那个，如果真的没有人给我们吃东西，我们没钱的话，我们可以煮泡面，知道吗？我们可以街头表演，你会唱歌弹吉他，我们就一起表演啊。带个音箱很重，不用啊，就到这，我们这。打拍自然的节拍，我想你可能不是我的。开转角遇见了谁？就有钱了呀！可以，不信我们唱来听。可能爱你。哒咩哒咩，哒咩哟。那个营养饼干在哪里？在哪里啊？这个耶。苏打。苏打。苏打饼干。25块，1000块扣掉25块，还有800多块。怎么了？我算数很好，你不要吵。好，换洗用具啊。哇，狗狗嘞。1000块，他没有限制我们买什么吧？哥，不用戴绝帽嘛，我遮阳啊。你还怕黑哦？买 Yuki 的衣服 ，Yuki 的刷毛的，哦 ，Yuki 剪指甲的。他在帮你女儿买东西吗？他1000块，他有限制我要买什么吗？是没有啊。我们其他车后面是不是没有东西放？哈，够 idea 呢，是不是？哦，一人一个。很时尚的感觉呢。我们骑的时候后面放这个，就是拖着。你有病啊！牙刷，我看你怎么选。猪头，再来。牙膏啊。猪头，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猪头，一般都有旅用盥洗包。哎，对哦。猪不猪头？那这里哪里有卖呢？我也找不到。免洗内裤。我觉得你适合这种。这是女生的。这多少钱？99，99再扣掉25，还剩下700多。节目组，请问一下，如果1000块没有花完，其他的钱是怎么办？如果1000块没花完的话，就要还给我们。不知道呢。我发现个东西啊，我不仅可以花钱，然后买到，而且还可以赚到钱。什么东西？我有这种骗人的心态的，这没有骗人啊，只是我可以开门做生意啊。对，比方说我们今天骑到一半的地方，对啊，夜市旁边，我们可以摆一个小摊子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可以来直接给我炸，直接给我炸，搓一个50，对，拍照加500，好主意，对不对？买鱼，必须要来的，要，护唇膏可以来一个，口香糖，在你最需要的时候让你清醒起来，太帅了，带这个水瓶。这个让我想到国小毕业旅行的时候，这个我要，那你要这种的，还有什么？便当盒。问一下哦，平常有洁癖吗？我有呢。在外面上厕所需不需要用自己的？合理。其实一般，我们要用这个之前，我们要先把别人家原本的先拆掉。那还是不是要买罗赖吧？合理。合理。跟他借厕所还拆，你要拆家？对啊，这个有病。我们是不是要导航啊？手机。架子。合理。旁边这里哦，你会怕手机没电吗？这里还有这种，我手机没电，我们又在户外，你买这个我怎么充？哦，这种不是，你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你看这个哦，够清楚吗？我仿佛知道了三个字，我错了，只要结算一下，100，200，30，算了30，这个差不多30，哦，105，99，30。便当盒110，我重算，我不小心按掉了，30两个乘二，好，现在你总共是378，然后738。秀 TV， 我们今天这一集结束，不播了，欢迎来到秀 TV。警局一，水壶、免洗内裤2包，便当，可以跟别人说可以给你饭吃吗？饼干、口香糖，好，你。其实我跟你的差不多，你还有这个啊？对，这个多少钱啊？490。四百九一个。110加30加120，85，99乘二。先生，你已经超过鱼了。我跟你讲，在这趟旅程当中，你是很需要我的。
所以这三十三块你是可以的，都分担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买单。杨林，这一次任务真的不是相当的简单，也不是相当的困难。困难我是觉得真的很蛮困难。好困难是？有他们的支持就不算困难。没有错，你们的热情陪伴着我们，看到没有？我们身后来了这么多的歌迷朋友们，替我们加油好不好？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太热情了，尖叫声太大声了，我的天哪！太大声了，你们小声一点，不要扰民，不要扰民。我们准备出发了，杨林，哟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动动，你过来，就回来。你在耍什么？耍什么技啊？你啊，我还没说好。幽默。我希望我们在这一路都可以平平安安的。好，那也很感谢广大在收看我们频道的朋友们，一起陪同我们成长。我们要挑战了，我们要挑战，这个不可能哦。我们会加油，加油，给点信心好不好？他们相当有热情，我好开心哦。那我们就牵车出发了吧。哦，险呢，没志气啊！天狼失败。欢迎来到秀 TV， 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叮叮叮！买冰冰冰是最棒的，奇怪，发现没了啦！哦，买冰不对，不对，一出发就融化，融化了，太可惜了哈！我好难过 ，so sad。唱一首我的爸爸妈妈叫我去流浪，一面走一面掉眼泪，流浪到哪里，流浪到高雄，我要寻找我心上人，我的心里好难过，找不到我的心上人，真真真